看这个景观漂亮吧？哇塞，这边好棒啊！一线江景，对，非常好。你看，看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，然后看一下我们往窗这里一看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哇，这么美的美景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今天已经到上海了，来看一下我们最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物，就是这个东方明珠电视塔啦。然后呢，它塔高的话是468米，是亚洲第四，世界第六高的。单单东方明珠怎么够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内陆最高的大厦，这就是这个上海中心大厦，它总高是632米，是世界第二高了，是不是很足呢？然后它旁边这一座的话，对，就是我手这里的话，它是上海的金融中心。这三座高楼呢，是上海最代表性的高楼。哇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前景，看一下前景漂不漂亮？然后再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话，就是那个等走过一点点，就是那个南京步行街了，也是非常的有名，都是古建筑。好了，晚上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夜景吧。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逛街啦。这个叫豫园，这里的话叫这个叫华宝楼，这个叫华宝楼，但是里面的话都是一些商场，感觉是卖吃的啊。看这里也是卖吃的，看到没有？杨西楼，哇，这个好像挺高的这个楼啊。看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好玩的。这里都是什么民族乐器？卖的就是哎，葫芦，可以吹吗？可以。可以吹的。哎，你要收档了呀？要收档了。老城隍庙小吃广场，里面都是吃的，看到没有？一个小猫，小猫咪。哇，这些是什么？这是喜，哇，这些公仔还是挺可爱的。哎，这不是有一笼小笼包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只有一半？这是挂饰吗？那没有，这个可以留一个纪念，对吧？你看一下，有没有见过这种店？它里面卖的不是衣服，是布来的。啊，都是丝绸吗？这些？卖的都是布料，看全都是古建筑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亭子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哇，超级漂亮的，你看。哇，连这个荷花的都是灯，中间那个是真的荷花，这个是灯。刚好灯光那里有好多鱼，来，我们进去看一下这个啊。我们看一下这里好多古玩，哇，玉。好雅致啊！我还说想上去这里看一下，结果是不能上去的。那个是一个茶庄，卖茶的。那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吧。本来想来这里看这个豫园的，结果晚上它是不开，关灯了啊！你看这里，啊，这里还有什么又线上预约什么之类的，我天啊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线，哇，还是挺多地方玩的啊。东方明珠夜景，哇，黄城庙不是很好玩，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外滩这里吧，又可以看东方明珠了，对不对？好多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人还是挺多的。大家人好多。我们来了，后面我们要来找奥特曼的玩具。啊，你后面不是有奥特曼吗？如果他是买这个积木飞机
赠送这个拼织墨迹，有奥特曼、奥特飞船、奥特曼飞船。那有没有奥特曼里面有没有飞船呢？那打怪兽的时候，驾驶飞机的人打怪兽的那种。哦，对，有啊。关于奥特曼的字幕呢，就这么多了，好少哦，就这么几个。前面还有两个，就没有奥特曼的玩具啦，就这么少吗？再去找一找看看。这个好像大。哇哇，这么大的奥特曼，拿下来看一下，拿出来比一比。到你腰这里，这个奥特曼是什么奥特曼呀？赛罗吗？好，大家知道这个奥特曼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个鞋是中华超人。这是超人啊？怎么和奥特曼这么像的呢？我就以为他是奥特曼哎。这个到底是奥特曼还是超人呢？哦，这上面这个是奥特曼。这就是奥特曼了，和这个超人怎么那么像啊？他这个是光剑拿在手上的，然后这个是他的机械手臂在这边，这是他的盔甲。这是这盔甲，这不是他的脚吗？他的盔甲按在这个无心，无心这里。那这个是什么？按在他肩两边的。这个呢？是他的头吗？腰部这里。腰部呀？真的。这里奥特曼呀、哇，是两个飞车，你看两个飞车，他们驾驶飞车。还有，哎，你看看看，那这里还有一个怪兽，两个怪兽，艾雷王，对，艾雷。哦，那个叫艾雷王啊。波摩拉，看一下，它这里有一个遥控器。哦，这是车，然后里面还有好多小的奥特曼，看到没有？它这里是两个小车。他们要看谁先把谁撞倒，看谁把谁先撞倒，这样子是这样子玩的。哦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大的，超大。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好漂亮的车，还有遥控器的。哎，它为什么写的咸蛋超人呢？应该是不同一个是天怪。咸蛋超人属不属于奥特曼？属于啊，但是它里面的怪兽又是那里的面奥特曼里面的怪兽，对不对？对呀、艾雷王，哪叫艾雷王？你是艾克斯吗？你看那乐都放得了吗？这么高，放到了，放到了，太棒了！大家最喜欢的奥特曼卡片在这里了，多少钱？20块钱。雷电版，奥特曼的。干嘛？我想买100盒行吗？买100盒，行了，把你压在这里，我就买啊，好吗？把你压在商场这里做事。100盒要多少钱？你算一下。1900。对呀、1900块钱，妈妈哪有这么多钱？那把你压在这里了，干活。No。好了，我们再去找奥特曼玩具吧。哇，这一大片。这全是奥特曼吗？不。哇，你看，吉德奥特曼看上去好酷。还有一个他的武器，一个维克特利奥特曼，全身都黑的。罗索奥特曼还可以变成摩托车的。他这里又写的罗布，这里又写的罗索，那到底是罗布还是罗索呢？它是罗索，整个奥特曼视频叫做罗布。啊，整个叫罗布。这个迪迦奥特曼你们应该都有看过的吧？然后呢，这个 X 奥特曼。应该你们也经常看的吧，然后这个就是泰迪奥特曼。哇，全身都是白，迪迦挺好看的，紫色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它这里不是也有个迪迦，这个是紫色呀，是迪迦奥特曼，紫色，然后上面的迪迦呢，它又是红色。还有这里叫擂台，打擂台的那个。上上的回来奥特曼玩具我们都看完了，那本期就到这里，拜拜。